听说，若你找到那片回转森林，你就会找到另一个自己，而你需要走在正确的路上，才能找回自己，否则就会让自己困在这混沌的世界。遇见自己是什么感觉？能看见自己的我，很好，我很好。哎，前面好像有一片草原哎，好像是哎。不然我们打个赌好了。赌什么？赌看谁先到那里。好啊，那开始。干，不能这样，作弊哦。